那今天呢，我们做这个婚姻度母的父母，他是做法的本尊啊，他是做法的本尊，所以白色的红日是习斋的，那个黄色的红日是增益的，那红色的红日是敬爱的。这个蓝色的、黑色的讧日是降服的，所以它是做法的本尊。我曾经讲过，这是在哪里传的？在高雄吧？啊，在高雄，高雄传。